就加入我们摄影社了，反正你不是喜欢拍照。是啊。陈宇。你在拍我吗？哦，没有，我在拍教室。陈宇。加入我们摄影社吗？真的好玩的。好啊。你加入摄影社真的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。是啊。你说像苏玲这样的女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人？你好奇啊？那你干嘛不自己去问？我不去，你去。你们女孩子嘛，比较容易互相亲近啊。你是不是？算了，没事。采风活动刚刚抽到相同号码的两个人为一组。陈琳，你是几号？是。今天练习拍人像，这里挺好看的，要不要先试试？但是我不太会摆姿势。没关系啊，那里有阳光。陈琳拍怎么样？哦，拍挺好的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拍的实在不错，感觉人在发光。这台 OPPO Reno 十三系列我真的很喜欢，很好出片，你看。还有柔光和胶片滤镜可以选。我看那边。我看。是吗？你说像苏玲这样的女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人？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们回来了，今天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陈琳挺会拍的。哦，江洛也很会拍啊，下次让他帮你拍。好啊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去吧，拜拜。陈琳，要不今天拜拜。苏玲说，今天你帮他拍了一张照，而且你去上海。小卖部。能不能让你朋友加入我们摄影部？陈宇，那个加我们摄影社吧。哦，可以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走。采风活动刚刚抽到相同号码的两个人为一组。那个，我就只能帮你到这。你们